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间从小吃到大的牛排自助餐吃到饱的最强名单。今天我带大家来到了这个板桥哦，开箱这一间从中南部开上来的，足以撼动我家牛排的惊喜之秀。牛排的排餐搭配着披萨以及热炒的吃到饱餐厅。哦，它的这个干贝真的都是很 juicy 的。如果你觉得太深，你就直接来。来来来来，哎，你看它料很多哎，然后马铃薯泥 pass， 炒面可以，哎，这个是什么概念？都是淀粉不是？感觉蛮入味的感觉，它有点像油饭哎，不对，它有点像油饭，青菜 pass， 哎，有新的有新的，然后这边的话是喜相逢。好了啦，这样有点太满了，我们再去弄另外的。欸，你要不要看一下，我们主餐还没上，大家已经拿成这样子，到底是来吃副餐还是吃主餐的？你看很不专业的摄影师啊，我没有拍到脸，没有拍到脸，还没在，就先偷吃我们的东西了。说好不摄脸，欸，这摄影的摄，摄影的摄，下流。嗯，什么下流啊？这叫做风流。要讲清楚哈，会不会被告？板桥一级战区，他敢来开啊！府中街，我们刚才对面还有一个什么牛排，也是排超多人的。那我们趁那个排餐上之前，我们先赶快来，当然一定要先从他的披萨开始吃。这个是，这包什么口味？它好几种口味，看不出。嗯，你刚刚讲的那个，它最有名的那个波霸，还没出。波霸奶茶没有，还没出啊？对，好吃。它的饼皮是属于薄的，还不错。这个是厚的啦，没，它前面是薄啊。对，相较达美乐薄很多了。达美乐是冈本005，这个是冈本002。又在那，他每次吃到饱。加一个柚的。又要吃冰淇淋，主餐没上就吃冰淇淋。我们刚才这一次，其实我这一间的话，我最喜欢是它的热炒，因为它的热炒的菜色会一直换。它的优点是菜色会一直换，就不会说固定就是那几个菜色。我觉得它沙拉霸有更新诶，它之前的蔬菜沙拉霸没有那么多样，然后还有。水果也没那么多，他这次多了这个水果，因为之前我PO出去的时候，我也有看有粉丝说吃到饱水果很重要啊。我个人还好啦，因为我本来是喜欢吃肉的，但是他这一次的水果蛮多的，然后也有蔬菜霸也变多了，我觉得是有做调整。嗯，没错，而且他现在有一个活动，我等一下PO给大家看，他那个活动好像写，我看一下什么5周年，然后买大送小，是说好像是小孩子有优惠，我等一下去拍给大家看。那牛肉看起来都还蛮算蛮厚的。牛肉可以拿，等一下你记得拿那个牛。有，它有，对，它有厚度，然后它应该有腌过，然后已经蛮嫩的，蛮好吃的。你手要干嘛？你手要干嘛？你手要专业一点，我们要专业一点。然后刚才我们拍到一半的时候，他补了一个这个超级，对，这到底是鱿鱼套 Q 小卷还是中卷？应该套 Q 了，很有嚼劲，然后不会有那个海的腥味，算是新鲜。然后它里面是用那个辣酱调味，韩式辣酱调味，好吃。我不敢吃喜香粉，可看起来是。好，那你咬啊，然后给镜头看，真吗？可以啊，有蛋吗？它有蛋吗？有喜香粉是都有蛋是不是啊？有啊，刚刚这个啦，
那个麻辣烫嘛。哎、欸，我就想说跟老板讲说他有这个麻辣烫的话，他下次放旁边摆那个已经煮好的泡面，让大家自己去加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有加我模式，这个也是新的，上次没看过，冬瓜柠檬好喝，可以跟那个十二锅的 PK 了。我嘛本身淀粉狂的嘛，啊我喜欢吃到饱，我就喜欢拿淀粉，到底关你屁事啊！花我自己的钱要被你管？对呀、啊，花我自己的钱要被你管？没有，应该是说白饭世界，每个人对自己可以负担的那个价格范围内，你可以很自由的吃饭是很开心的事，没有特别说一定要吃什么吃什么。也许人家吃白饭，他可以吃到十桶嘛，那是老板的亏本。炒面比米糕好吃，它炒面是油条那种油香油香的，它有炒出那个酱香味。米糕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像油饭一样。哦，这看起来没坏嘞，这是我第一次点的五谷牛小排，它上面还有蒜酥哎，会不会是三酥？不要这样，这边。看到吗 ？OK， 谢谢。哇，还有见鲑鱼呀、啊！那这边麻烦你帮我切一个中间，切了一下手臂。哦，好。还是手臂是可以的吗？我们是 OK， 300度是用来做加热。好，可以。OK， 哎、欸，你看，不错，这薄面不错。如果你觉得太深，你就直接来。哦。如果你觉得它在装熟，直接偷吃一下哈，不会介意哈。你的这个看起来很 juicy 啊。哦，哎、欸，我们有新的菜，你要不要拍？好，我去拍。这是什么？秋刀鱼。哦，烤秋刀鱼。好好忙，人家又说我有新菜色了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哇！哦，没办，没办。这看起来，哇！你的来了，你先来了。好，这边来。土豪啊，土豪都会点这一种啊。盘子太小了，它是我们里面吃最贵的，所以可见它的财力最雄厚。在台北做老师的薪水都很好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看，哎，这个真的不错哎，你要拿起来看一下，真的不错哎。看那个肉的这个熟度，哎呦哎呦，嗯，还在冒烟呢。我加一点三蒜酥在上面。哦，好多汁哦！我刚才肉汁叠下去，它就在喷了，有没有？有拍到吗？看有拍到哈、哦！哎呦，它的这一个的话哈，它是上面两条那个牛肉的上面两条，它是煎的那种香酥香酥的，中间的肉是很软嫩，然后咬下去以后啊，你会先油脂爆出来，会很强烈的肉汁，很甜。后面才是肉的那个嚼劲会出来，那我来吃吃看你这个，不知道什么酱，就是酱，是酱，吃不出来，但那个肉那个酱好好吃哦，它有点像奶油、蒜头、胡椒之类的混在一起。哦，刚刚是拿到了蔡明德抢到的，这是什么章鱼烧？对啊。我偷吃一个你不介意吧？吃掉我就不介意。好，我吃。吞下去。它不是章鱼烧，它是有点像花枝丸还是炸？上面炖成章鱼烧的酱跟柴鱼。哦。哎呦，哎呦。哦，它的这个干贝真的都是很 juicy 的 ，juicy juicy 的干贝。爽掉。然后它这个皮的话，哦，它这个鸡腿皮的话也是脆脆的。还加了两只达虾呢，这虾子还蛮厚的、啊。那我们现在都不要讲话，我们就给他表演。对，都不要讲话，都不要讲话。香哎、欸！真的吗？嗯，而且它的外皮很脆，我很喜欢，就是鸡腿一定要外皮很脆，而且它的肉是嫩的，它不是干柴的那种，很好吃、欸。表现的好像还不错。好。教大家哈、哦，这边的话就是把这个吐司哦，还有草莓酱跟巧克力酱，我喜欢吃巧克力，沾了以后，然后拿去烤，然后我告诉你，
那很好吃的，看那个直接这样拿起来看，这就是土豪。台湾经济哪有不好？看我们的老师就知道了。那哪一间老师？哪一间学校的？把他直接批在旁边。那个直接批在旁边。把他们校歌批在旁边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大家等一下就是继续吃，所以我们来做个结尾。今天这一间的牛市的部分的话，我觉得它这一间店很注重比较多的是在它的这个蔬果跟它的热炒类，哦，补得非常的勤。那其他的这个披萨跟这个杂物就是带着一定的水准。然后开在这个板桥的战区，那我们就是等它看看说它能不能在地上活下来，活下来就好了，因为我们是住新北，就不用每次都跑到台中或新竹去。这一间店的话，如果你没有吃过的话哦，可以来试试看。我觉得它真的是我家牛排的劲敌。对，究竟猛虎能不能够敌过地头蛇？哦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猛虎能够敌过地头蛇。好了，拜拜。